哇，你这烟这么大，失火了哦。漂亮。上顶，上顶了，看你有没有爆炸了。哎呦，可以哦。看来要组装起来了。没有，是二分之一的。你赶快去洗澡吧。为什么要赶快去洗澡？我叫妈妈。啊，为什么妈妈不赶快洗？她都还要搞很久，你还不去洗澡？妈妈已经洗完了。她现在才搞一半而已。我说妈妈已经洗完了。啊，你已经洗好了。哦。啊，不然你刚才说什么？我等你。洗衣服啊。啊，洗衣服还需要等？要啊。你手上那个也很好啊。我拿气罐来分。太多粉了吧？太多垃圾了。哇，没气了。嗯，用光了。打手，打直，打要加直，不能说打。那怎么样才有被打的资格？球啊，球就有被打的资格。你是打手是不是？你应该说打脚的资格。这些红衣是要在那边捡到就趴着的概念吗？那怎么办？只在那边捡球而已。捡球大师，哎、欸，你放在我上面，我怎么拿东西？哦，好。
小妹妹。真的很愚蠢，我用的是愚蠢两个字哦。刀会断掉，手会受伤、啊。你不要做这种危险动作好吗？那你下次让它断看看，然后受伤吗？它会断掉的好吗？那就是你刀太烂了。你又要来看呢？我最爱看的，最爱看的，40%而已哦。牙齿开始。最爱看的先。你娘。这个很，这是超短片，你还不坐下来看，看两分钟就没了。哇，那就演完了呢。不会，倒一口你的狗汁就好。这个片这么短。几分钟就没了。我下次再也不敢拿布娃娃让你砍，因为你这样子好危险。你没有办法去知道每一颗的硬度啊！你砍下去了，手受伤了，你就会知道硬度了、啊。你是硬度狼啊！You are 印度狼。又生两了，美国又生两了。问号。那昨天是怎样？为什么美股大涨之后就又跌下来？但以太币都分升天了。人被冲走了。Thank you.
是汗湿的，怎么湿的？你又要干嘛？你又变变，我都快会背了。你是 Lucy 爱好。嗯。对，你要看美女。那你看你自己就好。我不知道，我也瘦了。台湾都没有。对呀、啊。因为台湾就会马上把它用坏。你是说每天？就有人在上面跳啊，然后就会。就把它撞坏啊，然后就会动。